我已经半年没有吃帝王蟹了，今天拿出偷偷攒的半年的零花钱，买了这只帝王蟹。哎，哇，有点难扒呀，宝贝儿，能不能赏我个双击？哎呀，啊，好久没吃了，馋死了！给我1000个双击，我就满意了。哎呦我的个妈呀！哇，大肉啊，大白肉。 反而老贵了，嗯，真香啊！双击双击，宝贝儿，开饭喽！表哥，今天是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 兄弟，开心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谁叫你来的？又说那话，看蛋糕。表哥，今天应该高兴，别生气。表姐虽然烦了点，这不还给带了个蛋糕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大家，打开看看。对，以前天天拿空盒子糊弄我吗？Surprise！ 表哥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红包。 一共多少钱？好多钱啊！好多钱是多少钱？来，拿我看。啊！别老不管我！今天吃一个超级大鸡排，必须配上红油味的。老妹儿，给我上辣椒。 姐，你嗓子吃坏了，别加辣椒了，不加辣椒也会给你双击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宝贝儿，不加也给我双击吗？哇，太香了！大面包。太好吃了，宝贝儿。喜欢的宝贝儿双击双击，喜欢吃原汁原味的双击。